这是咱俩对戏的戏本。什么是戏本啊？就是我把这几天秀恩爱的内容都写下来，你背下来，照着做。嗯，你干嘛？这个时候了，还能睡得着？子时啊。 天上之前背下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俩对戏的戏本。什么是戏本啊？就是我把这几天秀恩爱的内容都写下来，你背下来，照着做。夹披风，嘘寒问暖，染扣丹，情意绵绵，画蛾眉，眉目传情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么多？对你来说应该不难。那不行，我要加几条。不许有亲密的肢体接触。 小雅，快把我披上！快点！小心凉啊！天气如此炎热，你为什么给小雅穿这么厚的？我怕冷，三伏天都冷。在外面坐了很久了，进去休息吧。 这是稀奇啊！ 我很少见有男子为女子做扣单啊。嗯，我们家阿爷平时就喜欢跟我做这些事情啦。楚公子，你可以为上官姑娘屈尊染扣单，然而双手却隔帕而舞，这在下就有点看不明白了。 你们这是亲密，还是避嫌呢？